我有一位三星朋友，他跟我分享，他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什么呢？放工时间，然后他迫不及待的赶回家呢，就很开心的点烟工，因为他觉得呢，他点了烟工呢，他整个磁场很开心，很快乐，没有什么烦恼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呢，他觉得他很欢喜，他觉得他真的是有在做布施的这个快乐的感觉。再来呢，就是呢，他在 Shopee 店哦，因为他也是刚刚开始学习经营 Shopee 的店，那么没有人询问，没有人什么，但他点了员工之后呢，就开始会有人去询问他啦，去跟他就是来加他，来 follow 他，来什么。其实这个哦，我们觉得哦，当我们在做员工的时候，平常心，但是呢，当你在做了这些功德之后，你回向给你自己呢，凡事呢，真的会有一条明路哦，让你去有不一样的结果和不一样的成绩。当我们怀着一颗快乐的心、愉快的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么那件事情的成功呢，是会非常的灿烂。就好像做员工这样子哦，我们怀一颗慈悲心，怀一颗感恩的心呢，我们去做员工呢，那么肯定众生呢，他会吃得更欢喜。